好的，那么现在是进入到这个狙神个人竞技模式的一个比赛。那么比赛地图依旧是黑色城镇，八分钟。对，小九刚才是说私下说是比较看好七零是吧？嗯，是的。嗯，因为小九也是关注了很多届这个，你参加这次是第一次参加吗？全明星？对，第一次。第一次参加。哇，这个七零果然有点厉害啊！是的，七零现在是又稳又快的。嗯。像这个位选手就是那个17173那个飞段。哦，狙是那个。这个飞段也是瞬境非常厉害，是吧？对，全都闪已经是已经打倒了四位职业选手。哎，这两个人马哲跟七零，哎，两个对开了三枪。那刚才我们看一下之前的一个小游戏的反应测试，里边是马哲是最高的0.3秒，嗯，第二名是ED 0.32，所以这两个选手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他们的发挥。嗯，对的，因为他两个其实挺关键的，这个反应如果高的话，基本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积分榜的第一。现在七零是九个，对，九个了。那绿豆这边八个是吧？哇，九个了。绿豆也九个。遇到一个红名的小旗，把他给打掉。哎呦，这红名真的是。是啊。狙击枪红名的话更。哎，七零已经率先杀到第一个人了。哦，漂亮，这个转身。果然，七零的这个不愧为是两次 CFL 这个狙神。哎，绿豆也是跟着杀到了三个。嗯。小九，你为什么不打狙呢？狙这个东西还是稍微沾点天赋成分，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好像就往这方面发展也。哦，你可能是机枪天赋比狙击要高，所以还是机枪吧。对于狙的感觉还不是那么强。哎，绿豆今天状态也是很好啊。哦，绿豆发挥。现在七零跟绿豆两个人看到绿豆已经是16个了，而七零是14个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个人竞技这张图前期运气好，发挥好的话，后期两三分钟也是可以不杀人的。对，跟刷新点还是有关系，是吧？对。这个一直在天风也杀到了10多个。嗯。哎，那个飞段也是杀到了10个。10个，没错。而马哲的话只有8个，那基本上他已经离开了，基本上。没事，先在底下徘徊一会儿。也不一定，现在才5分多钟呢。哎呀，打到四个了，这一枪没打到。因为在个人竞技模式当中，第一名是有10分的小分，对，第二名是9分，以此类推嘛，对，就每一名减一分。而在狙神的极速反应这个小游戏里边，是第一名是3分，分数还是比较少。是的。那七零的话，因为在第一个小游戏里边只拿到了1分，所以他这个个人竞技要更加加油。嗯，绿豆好像也是1分。也是1分，绿豆也是1分。绿豆之前好像有提到，不知道小九有没有听到绿豆自己讲，他说他开那三枪的时候，第一枪是因为，想就算那个时间嘛，算那个 OB 出来的时间，结果想多了。那真是想多了。对，第二个是他打太想稳一点，但是没打，想稳一点没打到。第三枪又只开快，开快了。第三枪开快了。绿豆现在已经杀到了20个了。对，最少的是 ED， 他才杀7个。就可能人太多了，顺便刷新位置。小牛同学也是比较不稳定，但是天赋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小伙子。对。牛小小他怎么评价的？牛小小他以前我们一起打个人竞技的时候，大家5个人娱乐之类的，除了买水的什么的，他都不参加了。可能是不是对你被你们说的有阴影了？也不是吧，好像是对自己这方面练的少。嗯，但是他其实在 TD 上面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嗯，因为你的队友嘛，你肯定最清楚了。那田峰是25个了。田峰什么时候？哎。对啊，田峰刚才一个三杀吧，是田峰是应该说命好的一轮，李思南好像打出了个4杀。田峰昨天是0.4秒，对，也是1分，也是一分。李思南也跟着杀上来了，嗯，3、4，对，田峰也是1分。3分多钟的时候，这个依旧是绿豆最这个分数是最高的，27个。其实绿豆算是我真正的老乡，是吗？对，他重庆的。那现在绿豆是30个了，30了。哎呀，31了。七零儿现在25个，现在田峰26个，对，田峰26个，都咬得比较紧。其实2分多钟，
三分钟还是有机，哎呦，这一枪没打到，收枪了。看这飞段也是，23个，稳定的发挥中。嗯，对。就，哎呦，绿豆这个运气也是太好了，真的，这个还是要看点运气。这毕竟就这么多人在这张图里边，这个前后左右都可能有人。运气好，全打背身。狙击应该不太存在什么背身打死，是吧？狙击背打背身的话，也是看他自己的闪镜稳不稳。嗯，对。他要是一着急闪偏了一下，闪偏了就没了，就会被敌人瞬间回头打死。所以要稳啊！看到人家后面，哇，漂亮！这一枪，不会是3v3的冠军？哎呦，这一枪打了两个吧？是。对，他刚刚先打了一个，然后不是他刚刚先打掉一个，然后这是开了两枪。哎，这个位置好像蛮好的。14。哎呀，被拦截了！麒麟刚才这个位置其实还蛮好的，对，是可以正反打。这莲蓬这个甩的漂亮，这狙击手真的是。颜色嘛，莲蓬刚刚本来是想打闭门口的这个人，结果看到窗口还有一个，直接甩了过去。现在绿豆跟麒麟两个人的比分都是这个31、31，我怎么这样？刚刚三六，现在是37和38。麒麟也好是38了。对呀、啊。哎，田丰也是35，也是快追上了。对，一个三连杀。现在集中在这三个人身上，麒麟、绿豆、田丰，对吧？对。哎，田丰这一条命已经杀掉4个了。哎，绿豆这个时候没杀人呀。好，杀掉一个。所以说就看最后这50秒了。对，如果你要是复活到匪家很远的位置，就会跑到这些人多位的杀不到人吧，对吧？麒麟这里杀41个了，死！哎呀，42个，有点着急，躲一下再打一个啊！这边是瞄住了，42了，绿豆39个，田丰40个，田丰40个，田丰跟绿豆都是40了。看田丰，哎呦，七零四十三了，异地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搅屎棍的存在，有没有？中门这种点位也是在这个图很占便宜的，很占便宜。还有18秒，17秒，16。这几个狙击手都不赖啊，对呀、啊，都在打，不好弄啊。七零四十六个了，看来要追上。七零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，现在已经46个，还有最后5秒。好的。七零说前面那个模式无所谓，是吧？这个已经不用算了，我已经目测出来了。这个麒麟，好的，恭喜一下麒麟，恭喜麒麟。然后第二是好像是绿豆，对，这边是可以再计算，但是我这边初步算了一下，应该已经是麒麟是最高，对，十分，十分，一共是11分，因为最高17个人了，别的人才最多才。